公寓六楼加盖铁皮屋起火，火势猛烈，受困房客一脚悬空，紧抓着铁窗，情况危急。消防队喷洒水柱降温，避免他受大火烧伤，并在控制火势后入内将他顺利救下。就很冷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水蛮凉的，对，然后呼吸又很困难这样。火警发生在台中市北区陕西东五街这处公寓大楼，消防队共救出三人，其中一人呛伤送医，但在六楼加盖的其中一户发现一名陈姓男房仲已经烧成焦尸，里面堆积杂物也是蛮多的，所以火势蛮大，在困难上是就是比较困难。当地慈济之工带着物资到场关心锦义消及受灾民众，来了20几位的师兄师姐，然后赶快来关怀，我们也准备了茶水，准备了那个饮料，还有面包，马上去采购面包，那也准备午餐的便当。大约同一时间，在台中市丰原区则是发生油漆工厂大火。现场火势猛烈，造成一名义消及一名员工烧烫伤送医，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。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